现在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想要的，但绝对是你自找的。如果你不出去走走，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。来，等一下。大队接获线报，有一犯罪集团专门于脸书投放广告，以高额酬劳引诱向不特定人士收取租用人头金融账户。经本大队了解查证后，研判极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洗钱手法。此诈欺洗钱集团是以前姓犯嫌为首，由他先吸收彭姓犯嫌为旗下干部，并由彭显于脸书投放广告收购租用人头账户，作为诈欺洗钱之用。而彭显为扩大规模赚取更多不法所得，又招募八名同学，有人担任收部手或车手。而专案小组于收证完备后，申请搜索票及拘票，兵分多路，于新北市、桃园市等地陆续查缉前姓、彭姓等十名犯嫌到案。除查扣人头账户提款卡、存折、犯案用手机、点钞机等证物，并查扣犯罪所得新台币现金110,000及犯罪所得所购买之奥迪自小客车，全案将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查。